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骏景园分行的 Cherry， 今天都有另一个东南百万豪庄想介绍给大家，我们一起上去看看。单位实用面积974尺，原址为三房一套加工人套房的设计，客饭厅则为大钻石型，但现在业主拆了工人房和工人房的洗手间，改成杂物房。饭厅的空间大了，更加实用，巨型的钻石厅空间感十足，家具更加容易摆位，招呼朋友就一流，而且多了一个储物室，大大增加单位内的收纳空间。看看大家都关心的厨房啊，厨房名牌主食炉具设备齐全，空间宽敞，啱晒喜欢煮嘢食的家庭。行入少少睇下睡房区先，两间细房都市正实用，设有入场柜、书台、睡床，景观好开扬。再望下个主人房啊，房间都设有大型入场衣柜、床头柜、书台、书柜 ，king size 嘅大床仍然能够做到三边落床，仲有好多空间走动。主人房是大玻璃窗设计，采光度十足，享有开扬的东南远景。主人房的套厕是明厕，有窗，空气流通，设有浴缸，方便浸浴。客厕都是浴缸设计，干洁实用，方便清洗，有窗，空气流通。骏景园近港铁站，楼下有商场。商场内有餐厅、超市、美容中心等，应有尽有，亦都有不同的学习中心，俾小朋友发展所长。屋苑会所设施都是应有尽有的，除了一般的设施之外，亦设有会所餐厅、室内外泳池，还有网球场，同埋一个比运动场重要大的平台花园。户外空间非常之多，今日介绍的单位间隔实用，内拢方正宽敞，装修采用暖色设计，地板是柚木，整体感觉好温馨，一入门就感觉到好有家的感觉。业主数年前全屋装修，花费过百万，可谓性价比高。如果大家想睇真盘、睇现楼的话，欢迎你随时联络我，我是骏景园分行的 Cherry， 下次见啦，拜拜。